大眼木是唯一出门就漏子技能的吗？哦呵，我感觉这小老头越打越顺手了。碰见他，电冰箱先预判，往回走，直接铁头功。少林功夫好啊，无敌铁头功。不听吗？哎，对吧？走，掉头就走，直接螺旋升天。电冰箱给起来，锤一下。哎，刚才其实可以给一个组合技的吧？他这个组合技，他应该是唯一一个，就是出门他那个子技能就露出来的吧？还有哪个忍者能有这个功能啊？我记不起来了，好像没有吧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哎，无敌铁头功！就问我的大脑门头铁不头铁，就说就完了。哎，哎，扫地起立！又碰见我的大孙女。早就跟你们说了，什么忍者都可以惹，千万不要惹岩野村的忍者。我盖帽。没事没事，一口火，大火烧起来。还有个数面自来眼，没事，真空波啊，看你。哎，普攻挠，打到了。那这一波先把血量拉起来，来，大火烧起来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。普攻。再来，没事，盖帽。哦哦，来，我通灵，这什么年代了，就跟谁没有通灵似的。哎呀，烧火，然后下面直接烧过去，板砖拍起来，一二三，走。哎，没事，真空波压住我，那完了，他没了，来。好久没有见我的班 P3 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